这种是真理佛堂，因的前辈堂，因拢分散吼，去每一个所在，因迄有过来店咧食饭啦，啊食食的，会当来遮困，就是他们休息的地方啊，他们睡觉，因大个所在尔啦，吼啊并唔是迄落讲，这应该无咧住啊，这无咧住，无咧迄。你基本无咧啥？无。啊，刚才伊可能是讲倒啊。这间哦，我倒来一个人爱问，爱问住在咧咧，好几十个人啊，嗯。过来找个人，所以普通是嘛是就是讲安尼就单纯安尼，就单纯，他们很单纯的，很就单纯的迄落，啊嘛无含人去晚上都没有，应该都没有，啊唔知在向发火啊啦，啊是三更半暝，对不对？啊，即摆讲六个人，够错困够六个啊。嘿，啊，够人还袂出来，啊，人还袂出来，伊迄一个谢庭长啊，因太太佮因小弟因还袂出来。倒来这边啦，倒来这边我袂出来啊！因这边你倒开伊袂当出来啊！哎、欸，这么久的时间无出来，我嘛不要嘛。就是有一个那个年轻人听说来纵火，你有认识他吗？对，你有对他了解吗？他是一个少年，就年轻的哈，在少年法庭审判那个当初那个少年法庭的那个谢庭长啊。因为他要就那外面来辅导嘛，来我们这边给他帮他辅导一阵子，后来他期限满了就回去了。他回去，他再到其他各地啊，好像到宜兰花莲哪个什么监狱里面，待过一段时间啊，然后。前几年回来，又来这边哦，来住上一阵子，差不多一个多月。那、啊、他跟你们有仇怨吗？没有啦，哪有仇怨？那后来因为他爸爸妈妈和他割断了父子关系哈，他无路可走了。本来他妈妈都每个月。汇他10000块钱，他在外面哦，在那边住在那个饭店里面。啊，后来要求说要回来这边住，我说你应该是向你爸爸妈妈忏悔啊，回去一家团圆最好。他的情形是好像反复无常嘛。哦、我们都一直在安抚他，所以 他都有时候都起了一个念头，都连他爸爸哦，他说要让他爸爸妈妈难看呐、啊，到公园去，要背一个我是谁的孩子啊，我在这边怎么样，让他爸爸是医生嘛，所以他有被害妄想症吗？啊？他有被害妄想症吗？还是对呀、啊，他和他爸爸妈妈好像是一个仇人一样的。
今天早上1:30接获报案以后赶到现场。那么这个现场是一个私人的一个佛堂啦，哈，大概一贯道的。那平常大概今天有住宿50个人在里面，那43位自行脱扣，那我们救出了2位，哦，那其中还有6位欧卡救出，找到6位欧卡，那现在还有1位行踪不明，那现场就我们现在还在找那一位焦尸，那火势已经早就扑灭了。那据警方来描述是，好像有一位好，哦，自称曾文燕哈，哦，的先生呢，哦，大概20来岁，他到派出所去投案说，他这个火是他换的，他在东区买了两个5公升的汽油啊，来这边初步的了解是这样子。副座，请问一下，这是什么场所？为什么会那么多人？这个是算是私人的一个道场啦，啊。那他平常就这里面就进进出出大概40个到50个人就住自给自足哈，然后晚上的时候就在住在这里了。那大概出动多少消防员？我们是目前还在统计之中。那这几名焦尸被发现的地方在哪里？在2楼的，它里面隔了一个很小的房间啊，在二楼的房间里面，三四个房间里面找到。